后防疫时期，全台掀起报复性旅游，位于土城的守信坊创意和果子文化馆成为民众炎炎夏日的避暑好去处。想搭这波国旅商机，守信坊推出加码回馈，即日起到八月底止，凭振兴券到守信坊全省28家门市消费，即可享购物满千送300的现金抵用券。来到守信坊创意和果子文化馆，不仅能感受到浓厚的日本文化气息，还可以近距离看见师傅们现场制作和果子。守信坊传承日本和果子手作技艺，精心研发多款创意和果子，从食材制造、烘焙到配送，通通经过严格把关，就是要让消费者选得安心，吃得放心。我们这次买了滴滴达新蛋卷，那我发现它的口感其实蛮酥脆的，蛋香也蛮浓郁的。而且我刚刚看一下，它有就是有原味跟咸蛋黄，还有咖啡，应该蛮好吃的。今天买的芋心冰糕，它是用大甲芋头下去做的，吃起来很绵密，而且它有吃得到颗粒。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曲奇饼干的，因为外形真的很漂亮。这一款他们说有加纽西兰天然的奶油，然后吃起来非常浓脆香，觉得它蛮适合送礼的。全民挺振兴拼经济，现在凭振兴券到守信坊创意和果子文化馆预约 DIY 体验活动，吉祥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馆内更设有振兴加码专区，可享限定商品满一送一的超值好康，赶快把握这波优惠活动，带着全家大小一起享受亲子同乐的好时光。